但你们知道蟹心跟蝴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啊。15年前，陈志远的签名球，是假球啊。故意失坏球保送叫做靖远，那故意输球呢叫陈志远。我以为是来骂彭振明才来的。我是前职棒球员，前就是曾经做过的意思，就像潘英哥是前 A 片男星，谢欣是前小三，碰哥是前黄光了。到白英哥坐在那里，我也很不能理解，在这么盛大的场面里面，白英哥不是应该咬着橘子趴着吗？今天你在骂谢欣偷情的事情，但你们知道谢欣跟蝴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有啊。美丽的影片常常会评论别人的 MV 很好笑，你才应该叫喜剧公道博吧。那豪平，你比较适合叫美丽本人。美丽对很多 MV 拍过反应影片，但就是早餐店阿姨没拍。其实也不能怪他，我看到韩冷娜也很难有反应。随便啊。不瞒各位，我是陈志远的大球迷，在我15年前打少棒队的时候，有机会跟陈志远见上一面，他当时帮我签一个签名球，我把他带来，就是这一刻。15年前，陈志远的签名球，是假球啊！我亲自签的。科普一下。在棒球规则中，故意失坏球保送叫做靖远，那故意输球呢叫陈志远。想对碰狗说，谢谢你。我相信在座每个台湾人小时候都有一段记忆，就是我们守着电视看铁狮玉玲珑。很多人说我们这票讲单口的都只会选美国和日本，但在我心中，你才是真正奠定台湾喜剧的先锋。请帮我把这封信给许孝顺。